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口。今天我要介绍的火箭是，来，现在带你们去看设计细节。在墙身做一个凹槽，腾出空间放摆设，整齐实用。升高的地毯能够清楚划分区域，打造个别空间。 Island 的插头可以安装在台面，或者像这样安装在旁边，不打扰工作。如果喜欢白色橱柜，可以选择高光泽喷漆，不容易脏污，方便清洁。游泳池可以安装电动盖布，避免落叶或者脏物掉进水里。大张的圆桌可以放个转盘，方便夹菜。在饭厅装上镜子，除了能扩大视觉效果，还可以把户外的绿意引进家里。Every Room 的天花槽使用采光灯带，营造不同气氛。在适应板后装上隐藏式隔音窗，必要时可以打开来通风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如果喜欢影片要请大家的 share 出去，还有别忘记了我们的 Facebook 和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一口音，下个明天，拜拜。